下一天还是要出去。五一、比什么？五一劳动节，我们家这台二轮车又出动了。哎，这样。小蜜，请问三位要去哪里？高雄。好，加油！两分钟之内回来哦。我们去动物园。好。把这两只送去。好，拜拜。好。然后我们再绕一圈回来。好。哎，你脚都放好啊。有啊。有吗？加油加油 ，Go Go Go， Go Go Go， 不舒服要跟爸爸讲哦。睡着了，你把他骑到睡着。表示爸爸骑车很舒服哦，怎么样？爸爸骑车感觉怎么样？很舒服。很舒服哦，好，赶紧进去，手好冷哦。爸爸擦。厉害。暴汗。你骑到食管局啊、哦？不是。那你刚刚拍照那边在哪？就是进大，就是去那个看山那里。看山那里。龙井花生那里。哎、欸。龙井花生很远哎。小姐，抱一下好不好？